上不了了。滚滚滚！能级一档，卡路队长。啥子？这个玩意儿就都是我启动吧。你这谁呀？我是五连草把山指，海上出是头子。芭蕾拳法，你绵羊套餐，天鹅无眼，你。又回了，真正的就不起了。吴三伯，船长被吊打了，船员也是个柴皮呀、啊。船长，你的船长被提灯了。路飞提灯了，别慌张了，你给亚叔老板吧，他可是要成为海王的大爷呀。抽吧，抽，抽吧！听好了，抽吧！鼹鼠抽吧！你们，你也和那个胆小鬼一块上西天吧！吴双武才不是胆小鬼！哎，这什么时候？能不能逃避战斗？特别是火炬的梦想，被射杀的时候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他早有一天会成为海王的，一定能成为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描绘他。我说不，接招吧，炎魔神！亚瑟斯哈，石头的坑要来了！是我呀！我说枪，回心切锤！吴婆婆，快用我的新手机给路飞打个电话。啥时候换的新手机啊？之前的旧的呢？旧的卖了，换新货当天我都会约个转转上门，把旧的卖了回血，这平台靠谱。我这单苹果十三都还卖了3300呢，主要是下单就有人上门来收，那还挺方便。当然了，关键是回收价很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平板、笔记本、摄影器材，去转转就对了。那我改天也去看看。我说破、你这可是那活自己脸，你把那活子当什么样上啊？你是曹宝吗？不管你变什么人，你就是你呀。你最重要的是谁呀？你太帅了。我明白，在你心中你是四堂，要跟其他朋友抹啥两样吧。曹吧，你是擦户砸把叫声嘴儿了，你这个玩意儿别摸着、这个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模仿果实，你变成娜美的时候不能用芭蕾拳法，那天记不住、是你赢了，替大老婆吧。这是一场一档的战斗啊！你这就是不打不掉死你有情吗？我一定不会散。还是被贴的了。